各位现场来宾，还有各位伙伴大家好，我是 Ray。那很荣幸今天又有这个机会在林口办这个实体游活动。如果无线 LoRa 帮你传到基站，通过我们的云平台，然后结合整个国家的相关性的一些地震速报安全东西，来做一个整合性的一个服务。智慧的 IoT 装置，其实它是有机会让这一个 SDG 或 ESG 真实落地到所谓的智慧城市或智慧的各项总管应用中。应用需求可能会跨不同平台，有不同的运算效能。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方式，可以节省大家开发的时间，更快让各位产品能够真正到场域里面去。